好，来关心南部南湾的最新情况。蔡英文南下车程亲自的视察，还发放了慰问金。最新情况马上交给记者高梦柔来告诉大家。梦柔，请说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午8点多来到这是蔡行非常惨重的恒春镇公所来看灾哦。他一身白色蓝色的衬衫、牛仔裤，加上白色雨鞋，表情非常的严肃哦。一进来是非常亲切的跟所有镇公所的员工来打招呼。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。大家辛苦了。今天大家辛苦啊，蔡主席来。是的，我们看到蔡英文呢是跟着屏东县长曹启宏一起来看灾哦。这一次他说，原本呢这几天的行程本来就排在南台湾，刚好发生了这个这么惨重的灾情，这个南台湾的行程变成了看灾的行程哦。而且刚好今天也是逢蔡英文的生日哦，不过生日却在风雨中度过。他说他也习惯了，因为往年的生日都会遇到台风。那接下来也有继续到车城乡公所来看看车城乡的这个灾情的状况。以上在恒春镇情况，将镜头交还给彭内初。好，我们谢谢梦柔来自车城的最新连线报道。